哎，我是上海的小浩，我是冰冰。我们今天要去山海关的下面吹泡泡。哎。这是什么？照相。对。哦。哦姐姐，这边好不好？那边比较凉了吗？要帮忙吹吗？妈咪，你会不会吹？你看一下哦。我要吹到高婆前面哦。嗯，很亮的眼睛啊！我不能站在你们的那个前面，因为泡泡水会喷到我。哎，怎么还有？我吹三次哎！人家我们都玩不到。哎，只要说要吹泡泡，而不是玩泡泡。慢慢的吹，你用手这样子挥挥挥就可以了。真的，用真的。妹妹慢慢吹就会有了，慢慢吹，不用太大力。再多多就会大声很多哦。已经再多多就会大声很多小泡泡。妈妈负责帮你们吹泡泡吗？这个放这里。姐姐，我们要来吹泡泡。好，不是吹，我还不是吹。快点，快点！姐姐，我们要搞冰泡，搞冰泡吗？整个从泡泡从中间穿过去。姐姐，我要搞冰泡泡。现在风往那边吹了，对不对？